装什么纯情啊？你个臭婊子，你怎么不知道猫可乐项目不是你睡出来的吗？王八蛋！我还要你奶奶！耍流氓！你别打了！耍流氓是吧？老徐，你说有这样的吗？没有。这法治社会了，怎么还动手打上人了呢？什么事儿？徐老师，你看我还手了吗？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是是是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带那女的来干什么的？不就是来干这事儿的吗？当了婊子还立什么牌坊？什么玩意儿？还跟个疯狗似的，还打我！我跟你说啊，给他脸不要脸。哎，那个男的是谁呀？是不是他相好的？这当然比我刚才动手打人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从来不还手。疼吗？疼啊！哎呀，这牙呀，这牙这松了呢。我看看，你看这儿，是不是让他一拳打的这儿？哎呀，有点疼。没掉，还差点。差什么意思？人渣！周总，刚刚我们聊的事情，我想清楚了。想清楚是好事。来吧，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跪一个。是您的目标，这杯我敬您。什么意思？我决定辞职。明天上班之前，我会把辞职报告发到您的邮箱里。先走了。李泽南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以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我现在知道了。感谢栽培。一点一点靠近你的脸，不自觉屏住呼吸，漫天温柔藏在云朵。没事吧？那些不断跳动的喜悦，就好像烟花绚烂绽放的夜，藏不住的思念，指尖的清楚，手心温度。这个世界很大，大到没有人会在乎我这样一个平凡人的喜怒哀乐。这个世界也很小，小到这个瞬间，好像全世界的幸运都降落在了我身上。也许我还不明白什么才是喜欢，但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。慢慢我为你写出未来的情书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没事就是万幸。其实我今天反击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。我当时就在想啊，如果我打了林老板，我们公司会不会因为这个失去项目？我会不会丢了工作？我卡上的钱啊，还够我在上海活多久？那得出什么结论啊？结论就是，就算我明天夜悬睡在大马路上，我也不能便宜了那个混蛋。你怎么会睡在大马路上呢？好好交了房租的。又逗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太鲁莽了？在那个时候强出头？
有一点，当时要只有你一个人怎么办？你知道我为什么经常来这吃饭吗？因为霞姐做的菜好吃。我当时来上海的时候没有钱，来这点盘小炒就是靠老。现在就这点酒量了，以前那个酒量拿出来呀！哎呀，那都是以前，人都会老的嘛，哪像你呀、啊！啥也不是。哎，老板娘，再来两瓶啤酒。哎，来了。哎。怎么又叫酒了呀？不说好最后一瓶吗？今晚一定要喝，不醉不归。你们要的酒。哎，老板娘，求你们呀！哎，我们哥俩喝几个，我们经常照顾你生意。明天再来，陪我兄弟喝，陪我们兄弟喝一个。酒怎么喝的？说什么酒喝呢？嘿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，兄弟，人家不想喝就别让人家喝了呗。哎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小子哪里冒出来了？你是不是把你快揍了啊？坐下。来来来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老板娘，我们经常照顾你生意，你不用客气。我当时整个手都在颤抖。那你当时出头了吗？他当然出头了。哎，来来，咱不管他，不管他。住！我们经常来照顾你生意，你陪我们喝酒干嘛？不喝几个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来！我们经常，照顾你生意，这点面子不给是吧？兄弟，把你店，哎妈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还差点破相了呢。来，你们点的清蒸鱼，趁热吃啊。谢谢佳姐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愿意为别人出头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今天谢谢。嗯。你不是别人。你是我的乙方，你要给我交房租，我还要催你的方案啊！亏我刚刚还那么干。其实我知道，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特别不容易，所以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为她撑腰的话，我特别害怕她会对这个世界失望。飞雪，一个人身上最珍贵的就是年少时候的勇气。我希望你不要把它丢了。我很喜欢你这一点。明天全部给你。如果他找上门来，我该赔钱赔钱，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，怕什么？没事。叶璇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早啊。昨天你跟徐总见的客户怎么样？说来话长。怎么啦？如果一会儿有人过来闹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害怕，有我呢，我肯定能解决好的。不是发生什么啦？大清早的，你说这么吓人的话干嘛？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。我你等一下，嗯。喂，你好，白爱德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华东园的经理，找一下叶璇。哦，好嘞好嘞，请您稍等。叶璇，电话，快来快来，华东园的人。还愣着干嘛？快点啊！
喂，你好，我是叶璇。哦，叶小姐您好，我是华农园的经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好，叶小姐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昨天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我代表华农园向您赔礼道歉。不是，你们老板做错了事儿，你道歉干嘛呀？不是，这个我们林总现在人在医院，等他痊愈一定会登门道歉，您看能不能向林总求个情，让他别投诉我们林总。华农园的人，你们一定有误会啊。你们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别再打过来了，好吧？我们之间的合作，这个不合作啊，别的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，好吗？不是徐总，你这啊，昨天我们俩去实地考察了一下，规模不太行啊，咱们毕竟是跟奥可合作过的，这单就不接了。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好，徐总，没事。华农园这规模，我们现在也不接了。给我，不给，给我，不给。行，我走了。李德亮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长本事了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我说了，我辞职了。你好端端的辞什么职啊？是不是有人拿之前那件事情为难你啊，南哥？没有这个人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我一时半会还真的跟你说不清楚。不过我跟你保证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一五一十、一字不落的全部告诉你。那我也要辞职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得了吧，我说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不用辞职，因为我一走啊，你也就自动被解雇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那南哥，我以后吃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走啊，我当然愿意啊，到天涯海角我都愿意跟着你一起走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好了。跟你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哎，不是，南哥，你这种事情怎么跟我开玩笑啊？你先好好在这待着，等我处理好一切就带你走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乖。干嘛呀？徐总，对不起。不都是因为我的原因给公司业务合作造成了影响？哎呀，你别这样啊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没有错。就这样的公司，咱没必要跟他合作。不过你也有问题，年纪太轻，啊，涉世未深，你得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就这种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太多了，哎，特别善于钻漏洞，你得怎么办？你得第一时间搜集好证据，哎，一告就告他个倾家荡产，让他知道这些小姑娘都不好惹啊，管好自己的手和脚，明白吧？我明白了，谢谢徐总。哎，别谢了，智雅轩马上开二店了啊，这是个大买卖，一定给我抱好胡总的大腿。没问题，徐总，我这就去抱大腿。好，去吧，加油！加油！抱得死死的，这个人。好嘞。哎。哎，更新了。这情节也太熟悉了。这，艺术是来源于生活。雅妮姐，你再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到了啊，拜拜。你好，你找谁啊？你好，
小瞬间，小瞬间，你干嘛呀？小瞬间，小瞬间。哎，大家快来看给呀！哎呦，闯哥的新款。哎呀，不，哎，小辉，你这头挺复古呀，你。春哥，你别忽悠了吧。行行，原地出道了。别乱说，纯属意外，纯属意外。春哥，叶璇，你别笑了。不是不是，怎么不好看了吗？不时髦吗？好看好看，时髦时髦，尤其配上你这衣服。为了搭配这头发，我翻箱倒柜找找我妈的衣服。你说说吧，你来找我干嘛？你不会就是为了欣赏我这发型的吧？我们徐总听说你要开二店了。然后就想来让我问问你，我们巴巴爱德还能做点什么？什么都不能做，没有能做的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呀，你姐真挺好看的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不是，是我没有拉到广告宣传的费用。啊，资金链本来是没有问题的，结果我那个合伙人张总突然撤资，还有什么装修啊，请了设计师，花了大价钱了。所以啊，现在你雅妮姐我可是穷得叮当响，要不然我也不用借着相亲的名义去找投资。您就是国民暖男？哎，周围的人都这么说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更像梁朝伟，知道吧？成熟，有男人味儿。胡小姐，听说你经营一家江浙菜馆，做一点小投资而已。一家确实太少，说起来我跟你是同行呀，我也投资了很多餐饮品牌，哎，不多不多啊，七八家，七八家。那我还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这女人嘛，没什么投资那个头脑，这也很正常。对，胡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，您能经营好一家店，已经很棒了，很不错了。我已经在开第二家分店了。这您还有时间照顾家吗？照顾家？我还没打算。不，是这样啊，胡小姐，我跟你这样讲，我年长你几岁，知道吧？这女人嘛，不能太要强。你看你嫁过来之后吧，我的这些店都是你的，你还折腾啥呀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，对吧？这要以后有了您啊，那我还瞎费什么劲啊？就是啊，出头。胡小姐，您平时有没有什么小爱好啊？就跟其他女人一样，爱花钱，这是每天花个十万八万的，那就看心情了。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，女人要强有什么意义啊？我开这家饭店啊，就是为了能认识像您这样有钱的大老板，能早点结婚，我就能在家躺着花钱。您还是挺会享受生活的。那当然了，哎，您不是有七八家店的吗？我特别满意。其实刚才我就挺崇拜您的，您觉得我怎么样？咱们什么时候结婚？结婚有点太早了，我现在还没考虑，考虑考虑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，我带他去处理一下。哎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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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石培啊。行了行了，干嘛呀？你这故意的吧？我这是在救你好吗？刚才那国民暖男说了什么八言八语，听得我脑袋都要裂了。你这个人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呀？我还不想听呢，我就坐旁边，不得不听好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你一样啊，来相亲的。我遇到的还是国民女神呢。南居香啊。怎么不想相了？不想相了，你别拉上我，我还没玩够。得了，他不会给你投资的。他家是有那么七八家店，但都是他妈投资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认识？我认识他妈。那你把他妈介绍给我认识认识。
你怎么还不死心呢？不，哎，行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玩不了吗？妈，哎，何一成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啊烦恼反转就欢笑，转角上城市喧嚣，寒潮也不会感冒，刚好我不受干扰，宣告你在我安好，宣告别怕我们互相关照，心有感召。就这儿啊，就这儿，咋了？怕了？走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张博，哟，腾哥来了。这一个叫哥，一个叫伯，这佩服颤了。哟，你们怎么搞成这样？某人干的好事儿。要不先洗头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什么情况？把大美女搞成这样？张博，今天的事你千万别跟我妈瞎说啊。行，洗头。姑娘的发质不错啊。嗯。头发长得挺密的。好，干了。嗯。啊，姑娘，喜欢什么发型啊？哦，不用了，我就洗洗。这不来了吗？我给你做个造型，反正有人请客。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这说的是啊，有人买单，干嘛不做？做白不错，亏了。我不做发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张博这个理发店可是30年来称霸时尚圈的好店，我这头发就在他这做的。陈哥说的没错，整个街道的女同志头发都是我烫的。你要是不在这儿做的话，是什么原因啊？是觉得这店太小太破，还是因为觉得咱张博手艺不行？等等，不是，哎，张博，何玉成，来，看看样本啊，喜得贵子头。好，这多好，看看这发型，真太好了。哦，哦，姑娘还没结婚吧？咱们另选一样啊，百年好合同，这个也不错啊，你多有寓意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觉得你俩挺般配的，寓意多，是不是？哼，不用了。不喜欢啊？那行，换一样啊。看这一款好，财源滚滚头，财源滚滚头太适合你了，财源滚滚。别说话。这管用吗？管用啊，吉利。就这个了。嗯，行。好嘞。绝了，绝了呀！笑。张博，你的手艺简直就是非同凡响，太好看了。那您要不要再接一单啊？还烫什么财源滚滚头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
这不正琢磨着找新的投资人呢吗？嗯。周南，周总，都收拾好了。哼，也没多少东西。周总，这几年来，谢谢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叫我周总的？我记得你刚进公司的时候，一直喊我师傅。应该是你进公司之后的第二年吧，我搞砸了冠悦食品的合作。总裁非常生气，在会议上问责，我就把你推了出去，说是因为你的工作出现了纰漏。大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的关系就不太一样了。那个项目失败，我经验不足也有一定原因，所以请您不要再放在心上。从我进公司到现在应该也有七年了，不对，正好七年。感谢栽培，师傅。既然选择了，加油，后会有期。哦，我想给设计部推荐一个人，叶璇。李泽南，吃饭没啊？小姐，再来碗生方便。好嘞，马上啊！啊，你怎么在这吃面啊？你今天不加班啊？哥哥，我辞职了。骗人吧你！骗你有钱拿呀？你不会是因为咱俩的事儿被辞退了吧？干嘛呀？去找周总啊！总无中生有的事，凭什么辞退你？还赶紧走开！你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辞职是我个人决定。不是你为什么辞职呀？那你辞职之后怎么办？你想过没？之后玩。玩？啊。你吃饭不要钱啊？你车子加油要不要钱？你房子贷款你要不要钱啊？我存款呀。好，就算你有存款，咱们总会有花完的一天，对不对？你说上海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万一有一天有一个代替了你总监的位置，你怎么办呀？你赶紧吃，吃完咱们去跟周总说一下，说你后悔了，或许还有希望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。赶紧吃。所以你不许辞职，往后还指着你的房租呢。你有病啊！我真的活该问你。还有五天交租。面来了。谢谢小姐。小心烫啊！谢谢小姐。不许拖欠。李老板厉害。嗯。我家境贫寒，这碗面就当是你请我的。我谢谢你。啊？辞职了，一定是被他迫害的乙方们祷告显灵了。我担心他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辞职。要是真因为你啊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嫁了。毕竟这个年头，好男人可真不多了。我跟你说认真的呢，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。我知道了。可以看看网上的招聘信息。是
长从前。依我看啊，你还不如在网上看看约会攻略，这周末约他出去玩呢。和李泽南那样的魔鬼约会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我还不如在家看设计狗。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？我好像被馅饼砸中了。这么早啊？快看看。什么？我给你找的工作，你老老实实按照上面的挨个投简历。奥克，我们回不去了，那就要往前看。这些都是你做还做的？你别误会啊，我觉得你之前也帮了我不少，就顺手写了几个。哦，行，我好好看看。嗯。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、健康咨询、体检，还有多种商业保险。嗯，每年提供15个工作日是半薪事假，30个工作日的全薪事假。达到一定职位，还有期权可以拿呢。哈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那我们赶紧试试。算了吧。逗我呢，李泽南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真想帮我？对呀。那就陪我出去玩吧。你起来啊，你在这躺着干嘛？不要出来玩吗？我不行了，你自己上去。我要回家。我自己上去？你叫我出来玩的，你让我自己上去啊？要不然我们一起回家，反正我也玩够了。哎呦，实在太累了，啊，我累死了。我怎么不累啊？你就是平时你缺乏锻炼，你就是虚。我虚，大姐，你拿多少东西，我拿多少东西啊？我虚，让人说话不腰疼。好，我拿。起来。哎呦，都我拿。你不等着卖蚊子吧你？卖走不送。啊。李泽南就是虚、啊。我虚。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男人！你有本事让我再躺个5分钟啊！哎呦，你等等我！别管我！这门呀，起来！哎呀！别管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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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别让我死！哎呦！我好不容易爬上了下雨。你下雨下雨吧，下雨别露营了。11年前我就买了这个破帐篷，一次没有用过。我的帐篷啊，老天爷！走走走，去哪儿？我露营，我露营，我露营，赶紧走！别管我，我露营，我露营，我露，别碰我，我露营，你走走，去哪儿？我露营，下什么风？你说什么？李泽南，我收拾好了，你快进来。来了。我不进去。哎，我收拾半天了，你就给我个面子吧，快。给你面子啊。这就是你说的露营好去处啊，浪漫吧？是挺浪漫的。哎，你别只坐着呀，快躺下感受一下，躺下看看，可好看了，快点儿！想要露营看星星，根本就不用去山上，在家里也可以看呀，多舒服呀！可以躺着，也可以趴着，还能打滚呢。